2015年6月6日，风和日丽，大约500名来自不同地方的旅英华人纷纷前往位于伦敦斯劳的核桃庄园，参加净空老法师的教学为先的主题讲学活动。讲学活动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意义，介绍了佛陀的教育，令英国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佛陀教育有了新的认识。本次老法师将传统的汉学学习介绍给英国各界的时候，人们欣喜过望。毕生从事中文教学的武善雄太平绅士，对于传统汉字文言文的教学感到非常震动。他说，老法师让全世界知道中华文化的价值，他高瞻远瞩，将老的版本印出来，送到了全世界各地。老人家对世人的爱心，此中可见。老法师说：“尊敬的诸位领导，有企业家、学者、专家、大德同修。”大家好，今天非常难得，我们齐聚一堂，一起来探讨中华文化的学习与弘扬。中华文化包括了儒释道，现在包括的范围更大，非常丰富。我们在此地提出来供养大家，现前的世界社会动荡不安，许多至死人人都在探讨原因，祈求解决之道，这是一个教育问题，尤其是疏忽了古代圣贤的教育，没有做到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经典《礼记》当中所说的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。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，丧失了民族自信心，以致怀疑古代圣贤的教诲，从而树立了孔孟、释迦，应该有200年了。西方世界不再相信圣经，甚至于宣布上帝死亡。这是今天一切天灾人祸、社会动乱的根源。那么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不平凡的缘分啊，我利用这个机会浅显地向诸位报告佛法到底是什么，宗教是什么，总得把它搞清楚，这名不正则言不顺啊！我们对于这些名词都非常模糊啊，真的
误会很深。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族群啊，它有文字，根据文字来考察呢，它有5000年的历史。那没有文字，这个族群，我相信它有文化啊，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，不可以这样说的啊，文化起源的更早。我跟印度教往来，他们的长老告诉我，印度教的历史有13000多年，啊，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宗教历史最悠久的，啊，那我有理由相信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呢，也不会少过13000年，啊，这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，啊，中国古老祖宗所传下来的，这叫道啊，啊，道是大自然的规则，不是人发明的，不是人创造的，啊，这就是五伦，中国古人讲的五伦，五伦只有5句话，我相信这5句话，第一个，父子有亲，啊，这是天然。不是去发明创造的啊，父子有亲。第二个，君臣有义。第三个，夫妇有别。第四个，长幼有序。啊，第五个，朋友有信。你看这几句话，我相信传10万年也不会传错，是吧？它太简单了，太容易记得了。啊，这是道理。人生活在世界，一定要顺大自然的规律，我们才能得到幸福啊，得到美满啊，不至于发生问题啊。今天社会五伦没有了，真的叫父不父子不子啊，君不君臣不臣，搞成社会大乱啊，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啊，中国历史非常完整，记载的非常完整啊，每一个朝代掌握政权大概5年之内就治理作乐，颁布天下，社会恢复正常秩序啊，这叫治世啊，大治治世。如果没有礼乐，这个社会叫乱世，那我们现在这个乱世乱了100多年了，在历史上动乱没有这么长久的时间了，也不过就是5年10年而已，它就恢复正常了，啊，这一次的动乱是全球的动乱，不是局限在某个地区，啊，那么自然灾害每一天不知道发生多少次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我们把教育疏忽了啊。那现在教育很发达，学校很多啊，怎么说把教育丢掉呢？现在的社会教育也是全球性的，中国也不例外啊，教人学习科学技术能力啊，也就是教你怎么样去工作，怎么样去做事，没有教做人呐。啊，中国是讲教育，它是教做人呐，就是教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啊。中国传统文化归纳起来就是这四个课：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五伦五常是最古老的，我相信超过10000年。啊，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没有不遵守，没有不从小啊就在这上扎根。啊，
根深蒂固。古谚语有所谓三岁看八十。三岁我们教育的根就扎得非常稳了。到八十岁，也就是说一生它不会改变，不会变节。这圣贤教育。所以中国教育的目的是教你做圣人、做贤人、做君子。不是现在的硕士博士。不是的。佛教的教育是教你成佛、成菩萨、成阿罗汉。跟中国圣贤教育是完全相同。印度人称佛陀，中国人称圣人。圣人跟佛陀的意思完全相同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搞清楚。我们学佛，什么是佛教？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，意思是觉者，觉悟的人，明白人。觉悟什么？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明白什么？明白做人的方向、目标，如何提升自己，如跟佛的目标完全相同，如的教育是叫你成圣人，能不能做得到？难。佛的教育叫你成佛。有没有做到的？肯定有。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是佛，这个要记住啊。佛不是神，不是仙的，佛是一个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，这个人称之为佛。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称菩萨；达到究竟圆满，这就证佛果。所以他是人，他不是佛。人人都有个本性，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见性就成佛了。释迦牟尼佛见性，我们看他的历史，看他的一生。他19岁，舍弃王位。他要不出家，他是国王。舍弃王位，舍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他去做苦行僧，就出家了。这是告诉我，他能放下烦恼障。佛讲我们不能见性两种障碍，一个烦恼，一个所知。这是把烦恼障放下了。他去求学。印度那个时候是宗教之国，是哲学之国，宗教哲学在印度那是成就。是全世界之冠，他去求学，每一个宗教他都去学过，每一个学派他也去学过，最后认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利苦得乐，苦有究竟苦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。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，这就是不能离究竟苦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得究竟乐呢，
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啊的究竟路啊，这就显示出来他教学的目的啊，是帮助人离苦得乐，如帮助人离苦得乐这一生的一生一世的，佛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是真的永恒的啊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他的理论啊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方法，我们中国人接受了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啊，教学的理念方法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是教学的理念。那方法呢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啊，这是方法啊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啊，所以佛是叫你自己求啊，他用一种巧妙方法叫你自己求啊，学习只能学一门，不能学很多门啊，现在人不能接受啊，要广学多闻，广学多闻你就学乱，你的精神不能集中啊，时间浪费了，所以你不能够开悟，不能得定啊，方法就是戒律，戒律的意思就是方法啊，因这个方法你能够得三昧，你能得禅定，定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豁然大悟，就开悟了啊，这个开悟，你想佛使用方法最多的是教人读经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自己开悟，不要老师教啊啊，念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，全明白了啊，这个一明白的真的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明白，明了就是佛了，所以叫开悟就成佛，不要人教，真的能开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道理就在此地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不学了，把学求学放下了啊，放下之后到菩提树下就入定，去修定啊，在定中大彻大悟啊，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，不要记住，就开始教学啊，教学他也分几个时代啊，第一个阶段用了12年讲阿含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小乘法啊，那再说的明白一点呢，这就是佛教我们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啊，应该如何离苦得乐啊，这是对我们人天说的啊，说的前没有什么高深啊，都是讲伦理道德因果啊，这三个科目啊，你明了之后你会真的成一个身心清净的人啊，离苦得乐。那么在提升呢，第二个阶段讲方等啊，方等前面通小乘，后面通大乘啊，也就是阶段性的把我们提升。方等讲了8年，我们如果说阿含是小学12年啊，比我们现在小学时间长啊，咱们现在小学6年，佛家的小学12年啊，中学8年啊，也比我们长啊，然后第三个阶段呢讲般若啊，这是佛真正要教我们的，般若是真实智慧啊，佛教整个来说核心就是求真实的智慧啊，通过前面20年奠基
这才到般若法门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大家熟读的，那是属于般若。啊，这是佛教的大学。啊，讲了多少年呢？22年。啊，一生讲经教学49年，般若占了22年，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，那就好比研究所。所以佛教学有层次的，有浅深的，啊，不是现在我们想学的不可以，一定要从基础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你才会有成就，啊，你如果下面舍掉了。一下就跳到最高的，很难成就。啊，这个是不可以劣等的。啊，那么有特殊的，那是，我们所谓是天才儿童。啊，他可以劣等。啊，极为少数，啊，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。啊，所以。我们看他一生从开悟开始教学到49岁过世教讲经教学49年，啊，没有中断过，啊，他是教育，他没有寺庙，没有道场，啊，他的学生当中在家学生有16个就是国王，谁都愿意给他建一个大道场，啊，来供养他了，佛不要啊！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佩服释迦牟尼佛高明。为什么？有道场就有争论，那有道场容易引起人的烦恼、贪心啊！他出家为什么来的？是为了夺这个道场。啊，争名逐利呀！啊，这就错了，啊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跟他的专心求学，专心学习，你能够成阿罗汉，能成菩萨，能成佛，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不管人，啊，学生很多，他没有定些规矩，没有组织。啊，没有什么大班小班的时候，他实际上常常跟随他的1255人，这是出家众。在家众我们相信不在这个之下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这个团体跟孔子一样，孔子有3000弟子，释迦牟尼佛也有3000弟子，一半出家一半在家，啊，这个我们要了解啊，所以他不管人，为什么？人人自律，自己管，把自己管好，人人都是好人啊。这个团体是个很典范的团体啊，这从他开始啊，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，不管人，不管事啊，不接受供养啊，他所接受的只有4桩事情供养：饮食的需要的，衣服啊，衣服破旧了可以接受人供养件衣服啊，吃饭每一天出去徒步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这些出家人都是打坐的啊，在树下打坐3-4个小时他就休息了啊，休息的时间确实4小时。啊，晚上10点钟到清晨2点钟是休息的时候。啊，2点钟这个起坐，啊，那就是修行就开始，啊，功课就开始，啊，多半是坐禅跟静心。进行我们今天讲3步，用这种方法啊，这个方法佛陀灭度之后，过
过世之后，弟子们世世代代承传，啊，传到中国是一千年，一千年之后佛教传到中国，啊，那么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出生是周昭王的时候，入灭是周穆王52年，要用这个记载比现在要长600年，啊，西方人记载给东方人不一样，我们相信中国老祖宗，中国的古人对于年代特别重视，啊，考据的很清楚，啊，为我们传下来。按中国记载，释迦牟尼佛过世到今年是3041年，今年3041年，啊，这都是他在世做的。我们要学佛，要跟进，啊，一定要跟他，啊，这样才会如法，我们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啊，所以要晓得。释迦不但是给我们讲经，他做到了。啊，我过去也对一批老师谈话，我跟他说，在历史上有两个老师教学教的最好，第一个是释迦，第二是孔子。啊，他怎么教的好呢？他所讲的都是先行其言，他一定做到，他没有做到的，这么说。那他所说到的，他全做到了，所以学生服他，学生听话了。啊，你老师讲了，你自己没有做到，学生怀疑，学生不会相信。啊，所以做老师一定是先行其言，啊，你开口所说的，你统统做到，啊，这样才能服人。才能把学生教好，啊，每一个做老师的都要向孔子学习，都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啊，那么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诲。那现在社会上混乱，提起佛教就讲跟迷信挂钩，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不例外，啊，年轻在学校读书，老师告诉我们，宗教是迷信。啊，这我们印象很深。啊，尤其是佛教。啊，佛教跟基督教比，基督教是高级宗教，只有一个神，唯一的真神。佛教是低级的，低级是什么？多神教、泛神教，什么都拜。啊，这是给一般人的印象啊！啊，没有人把这桩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其实佛教是教育，是了不起的教育。啊，太伟大了的教育。啊，它不是多神教。啊，像我们进入一个寺庙，那个寺庙在过去就是佛教的道场。佛教讲经教学的处所，啊，那个里面呢，佛像、菩萨像、罗汉啊、神仙啊，都可多了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故宫博物院，啊，那是一些展览的一些文物。佛教的道场是博物馆跟教室合在一起。啊，用这些表法来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啊，所以它是教学的一种 方法，一种工具。我们在学这个教育里面的术语叫教具，教学的工具。啊，你比如说供佛像，一定是一佛两菩两位菩萨，
这什么意思？佛代表的是教学的本体，菩萨代表的是方法。那方法一定是两个，一个是知识，一个是行动。啊，像净土宗所供的，当中阿弥陀佛代表我们的本性，本性是佛，啊，自性是佛。观世音菩萨代表是本行门，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，啊，代表解门。我们要理解，讲清楚，讲明白，讲透彻。观音菩萨完全把它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，何学何用啊？这是真实智慧啊！你能够把无量寿经、净土三经搞清楚了，这就是掌握到学习了，这是佛代表的啊！掌握到之后，你能够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你能够教人，啊，这是观世音。啊，观世音怎么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啊，帮助众生开悟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惑颠倒、无知啊，无知是很苦啊，做错事情不知道啊，啊，什么事情应该做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？不知道啊，这就愚痴，你就造业。明了之后，自己断恶修善啊，改过自新，这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啊。大势至表智慧，观音菩萨表慈悲啊，他是代表的。那走进山门，这寺庙的进门，天王殿，天王殿第一堂课当中供养的是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中国人供养的布袋和尚啊，也就是学佛从哪里学习？从笑面迎人学习。你看弥勒菩萨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，满面笑容啊，从这里学习，学弥勒菩萨的度量要大了，度大能包容啊。啊，学他的欢喜慈悲啊，他表法的，他在那里上课啊，你误会了，你把他当迷信供养啊，这错误的啊。那旁边四大天王护法，护谁的法？护我自己的法啊。东方天王名号叫持果啊，这都是表法例子，持是保持，过是过家啊，护法神啊，啊，在过他是保持保护国家啊，在人保护自己啊，用什么保护？你看他手上拿的乐器，他不是会唱歌，是表法啊。东方天王手上拿的琵琶弦乐器啊，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是中道，儒家的中庸，佛法的中道。琵琶弦要是紧了就断掉了，松了不响，一定要调到适中，音色就没了。那就告诉我，处事待人接物乃至于日常生活，不能太过分，也不能不到位。那不到位，比如吃东西的时候，你不到位的时候，你营养不足，你吃太过分的时候，你也会有病，啊，一定要恰到好处，表中庸之道，处事待人接物都要讲中道，他那个情是代表中道的，要懂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见到他是如何护国，如何护家，如何护我们自己身心的健康安稳，通通要懂得中庸之道，非常有意思。
啊，南方天王是代表的日新又新，啊，手上拿的是宝剑，剑代表智慧，啊，慧剑斩烦恼，啊，取这个意思，啊，它代表精进，怎样提升自己，要把烦恼断掉，我们才能提升。它的意思多好！啊，西方天王叫广目，啊，广目是什么？如何做到前面两条？要多看。北方天王叫多闻，要多听，这就是学习嘛。啊，我们学习不能中断，活到老学到老啊！啊，有一天生命我们就得好好学一天了，啊，表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懂得的，在那个地方看的时候，他就上一堂课了。啊，不懂的时候，认为在那烧香迷信啊，在那里拜求佛，但是迷信的人真多，知道的人真少啊。啊，再看寺庙里面所有的建筑，你进入大殿，那个大殿建筑一定是两层，外面看是两层，里面是一层。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两层代表真谛宿谛，那就是世间出世间，里面呢，世间出世间是一不是二，代表不二法门，就是意思多深。你进入大殿，进入不二法门。不二法门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把对立化解了。啊，彼此对立化解了，是一不是二，告诉我们整个宇宙跟我们什么关系？是一体。表这个意思，进入大殿就是一体。啊，在外面是有两层，啊，有这个地一地，有一是。世间是地，啊，进去之后就没有了。他取这么深的妙意在里头，啊，共居，供佛的共居，最重要的是供一杯水，啊，其他的没有没有关系，最重要一杯水，水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心，水要干净，水平等，啊，所以它代表清净、平等。取这个意思，看到水的时候，我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对佛礼敬；我用清净心、平等心生活，啊，恭足待人接物，你说这个意思多好！通通都是教育，用艺术来教育，不要说一句话。你到寺庙的时候逛一圈的时候，你就很丰满了。你得到的东西真多 啊不是到那里烧香拜佛求这个求那求不到，你明白的全求到了啊，他提醒你啊，寺庙里都讲经教学啊，所以出家人一定要学讲经。我这个出家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啊，我是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个行业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，那360行这是行业啊，我取的这行啊，所以我天天感谢老师啊，念念的不忘老师的恩德啊，我跟老师是学哲学啊，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主任，我跟他学哲学啊，非常难得，我的课是开特别的课程啊。我们原本年轻的时候在战争，中日战争那个时代，所以书没念得好啊，但是对哲学非常向往。我给方先生写了一封信，自己介绍自己，
毛遂自荐，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看。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回信约我到家里去见面。我到他家里去之后，他问我，问我这个学历，过去读书情形。我说我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，又失学，非常不幸。他听了之后，他说你有没有骗我？我说没有，我对老师，完全是诚实。他说你写的信，写的文章，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。他是这样怀疑，我就告诉老师，我虽然没有进学校念书，我念书没有中断，喜欢读书。老师就告诉我，对，现代的学校，64年前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到学校来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这个话我听到，那老师完全拒绝了，我心里就很难过，也很伤心。我们停聊大概有10分钟。老师就说，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所以我们就约定，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。这2个小时他给我上课，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。为什么他要把我拉到他家里去？我真想学啊。那学校为什么听不到啊？学校学生不想学，所以先生也就不想教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那学生上了大学了，等到拿文凭出去我社会上找工作去了，他目的在此地，小学中学念书准备考试，大学不需要再考试了，所以读书的心就散漫了。所以老师知道这个情形，现在大学生真的心浮气躁啊，学科学行，学古圣先贤这个东西很难。为什么？这个要真诚心，条件真诚，要恭敬，要清净，有这三种心能学，学得到，没有这三种心学不到。所以我是老师家里教出来的。最后一个单元给我讲的是佛经哲学，我就非常压抑。我说佛是宗教，而且是泛神教低级宗教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老师告诉你，年轻你不懂，就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从这个单元课程认识了佛教。那我第二个老师那就专家了。张家大师。是中国边疆四大活佛之一。那么大家知道达赖万禅那是西藏。还有内蒙外蒙。内蒙张家，外蒙哲普真丹巴。这个四大活佛，我由于认识了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对我跟方东梅先生一样，也是约我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。他忙的时候会给我1个小时，不忙的时候都2个小时以上。就我佛学的基础，信心是从方东梅老师那。明了的，如果没有方老师，我始终认为宗教是迷信，没有办法进入
啊，了解之后，我那个学佛的根底是张家大师奠定的，我跟他三年，啊，三年他过世了，啊，之后我跟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学教，啊，这个讲经教学是李老师教的，啊，但是张家大师三年那个根重要，没有那三年的根底，跟李老师学也不会这个成就，啊，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可能，啊，不容易。我跟李老师十年，啊，所以总共我学佛是13年，啊，快把搞清楚搞明白。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嘱咐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在大藏经里面他挑出两本，释迦谱、释迦方志叫我读，这两本书唐朝人写的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啊，这个传记不是人编的，都是从经典里面揭露出来，啊，这个世尊一生的行迹我们看了之后完全明白了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哲学。方先生说的，佛教是哲学。现在我学了64年，我又发现，佛教不但是哲学，还是科学。啊，今天量子力学家所研究的、所发现的，全在《大乘经》里头。啊，那么我们相信，再有20年。科学会承认佛教是科学的最高峰，啊，宇宙三个秘密，第一个能量，能量从哪来的，能量是什么，啊，第二个信息就是念头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，第三个是物质，啊，物质大概在最近的20年，这个秘密被揭穿了，啊，量子力学家揭穿了。我看的是德国的这个科学家的报告，啊，他们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，就是把它分裂，啊，分裂，啊，物质。80年前发现原子。那个时候以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，啊，以后这些年来科学仪器不断地提升，啊，知道原子可以打破，打破之后发现它是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组成的，啊，那么再各个打破，把中子电子打破，啊，这就发现有基本粒子，啊，基本粒子有几十种，啊，还可以打破，啊，变成夸克，啊，再把它打破，发现微中子，啊，微中子也打破了，物质不见了，没有了，啊，那物质是什么呢？打破之后看到。我们的念头，念头的频率产生的幻想不是真，所以他们做出结论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。那么跟佛经上说什么，凡所有相即是虚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不就完全证明了。所以这些科学家对佛经上这些话的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啊，我们科学用了400多年，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才发现，3000年前佛经上已经写得很清楚，全都有，啊，这就证明是大乘佛教里头有高等科学，而且是圆满的科学，啊，不但是物质是什么，
讲清楚了，念头也讲清楚，能量也讲清楚啊，这个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，能量是业相啊，念头是转向，物质是境界相。大乘经是这三种东西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啊，都是幻想啊。业相从哪里来的？一念不觉啊，在自性里面产生了这个波动的状况啊，这个状况叫无明啊，是就是阿赖耶啊，印度人称为阿赖耶识啊，叫第八识啊，就出现了。第八识不是真的，假的，妄想。这个东西出现之后，迷了要不回头，就变成六道轮回啊。我们今天用心，假的心不是真的，所以假的心不能解心啊，在修佛不能解心，用真心能解心啊。所以我们提倡的，佛在经上教我们，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啊，用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。为什么？你会开悟，你会得定啊，会成就啊。如果用妄心，你用阿赖耶妄想，阿赖耶是妄想，第七识执着，第六识意识是分别，用分别执着妄想，这个是与见性相违背啊。用这些佛法里用不用？用，但是他用有阶段性，初级的用，高级的用，再上去不用了，再上去还用着，你永远不能成佛，不能解脱啊。所以这要搞清楚搞明白啊。那么同学们这次来的时候，有人找我啊，想皈依啊，皈依要搞清楚啊，皈依摩顶都要搞清楚啊。观点黄念祖老居士讲得很明白，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啊，观点是表法啊，用水观摄是表法，实际上表什么意思？顶是佛法的最殊胜最高的，把这个佛法的书传给你叫做观点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头上点几滴水的时候那叫观点，那每天晚上冲凉的时候叫大观点啊。所以表法的意思一定要搞清楚的是，佛教里头没有迷信啊，这个观点是表法啊啊。那么上师修哪个法门，你就要跟哪个上师，决定是一门深入，法门多，八万四千啊，无量法门啊，啊，法门多。佛说了一句话，记住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说我这法门高，你那个不如我，这是错误的，这不是佛法啊。佛没有这个说过，佛只说平等，但是我们的根性不相同啊，那就有选择的必要了啊。所以在八万四千法门要选择，要懂得选择啊。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喜欢经论，喜欢大乘啊，所以我讲经大概也讲了有几十部上百部了啊。这么多年来，人家请我讲什么我就给他讲什么啊，这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讲了这么多年，自己年岁大了，忽然觉悟到我将来怎么办啊，人寿命是有限量的啊，将来怎么办。我是85岁认真做了检讨，把一切经
放下。啊，在大乘经里面，我最欢喜的是华严，放华楞严，在这上下的功夫也最深。啊，我讲华严讲过两遍，两遍都没讲完，太长了，我讲得很细，啊，讲得详细，大家听了会很受用。啊，我第二次讲华严经，第一次没有录像，没有留下东西，第二次是有现场的录像，有这个录音带在电视里面播放，讲了4000多个小时。啊，讲了多少呢？华严经1/5，全经讲完要20000多个小时。现在哪个大学里头开这样的课程？那20000个小时就是10000个学分，有没有这种课程？佛经里头有啊，真有。所以我把华严经停住了，我专讲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为什么专讲它？无量寿经古人说的叫中本华严，里面内容境界跟华严完全相同。华严细数，他讲的是60，没有华严那么详细，内容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我取这个还是根据华严，啊，来取的这个经。那么这个无量寿经称为中本华严，这还有小本华严。小本华严就是阿弥陀经，通通归净土。啊，净土真难行。啊，佛说难行，我完全承认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自己是个例子。啊，我学佛64年，你问我什么时候学净土？相信净土，30年。学佛30年，才相信净土。啊，但是还不愿意学。啊，直到我讲华严经，有一天突然起了个念头，华严，我们最佩服的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大概知识分子啊，都会对这两个菩萨特别尊敬。他们知识是圆满，达到究竟圆满，啊，真叫人佩服。这两个人学什么成就的？在华严经40华严第39卷经文记诵，啊，这两位菩萨做报告，他们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。我们读到这个地方，这叫死心塌地，不再怀疑，不敢轻视啊，所以我回归净土啊，85岁真正回归净土啊，我今年89啊，回归净土5年啊。那么净土宗这个经典细细的我讲过10几遍啊，无量寿经这一次是第14遍啊，一遍一遍不一样啊，才真正知道无量寿经包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所说的无量法门都在这一门中，一门即是无量门啊，非常难得，真难行啊！没有前面这个基础，我们信心不够，所以这个法门真正修行，一种法门修行决定成就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
们最近这几年，2013年、前年，中国河南南阳这个地方有个小庙，来福寺，海贤老和尚，他老人家往生，我看他的资料，深深体会，这个老人。用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念了92年，他有多么高的成就，这个人确确实实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他本身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跟慧能大师一样，慧能大师禅宗里头，唐大师24岁开悟，那是顿悟，很少。海贤和尚是见悟，不是顿悟。我估计他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应该在40岁左右。到这个境界，真叫生死自在。他是。多次见佛，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。阿弥陀佛告诉他：“你修行的榜样不错，很好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大家做个好榜样。给念佛的人做榜样，给修净土的人做榜样。”非常难得了，过去夏莲居老居士、李炳南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讲经教学，劝我们，这个老法师112岁往生，为我们做证传。给我们做证，他预知时机，走的时候清清楚楚，走的那一天还在菜园里面做了一天工，整地浇水拔草，干了一天，干到黄昏，有些人劝他老人家，天快黑了，可以收工了。他给人说，快了，快完了，完了我就不再干了。那一天晚上他往生了。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走。不要人作孽。有同修跟他讲，你知道哪一天往生告诉我，我们帮着你助念。他就跟人说，要人助念不牢靠，就是靠不住，我自己念佛走，我不要人助念，真的表演给我们看了，他的母亲也了不起，在家居士，一生常斋念佛，86岁走了，走的那一天，把他的女儿、侄女叫来，叫过来，他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，一家人吃完之后，他告诉家人，他盘腿在椅子上一坐的时候，告诉大家，我走了，真走了，走，非常潇洒。一点痛苦都没有，真走了，更难得的是那个时候大陆上的动乱很困难，所以海贤老和尚很简单的地找几块木板钉个棺材，把它埋葬，过了8年环境好了，想把它改葬，树碑做纪念，坟墓挖开了，人不见了，
棺材里面空的，到现在都是个谜，他到哪去了？这个例子在中国有过一次，就大魔祖师。大魔祖师那个时候实现是这样情形。他实现死了，大家把他埋葬起来。那么在同一个时候，有人在新疆西域这个地方遇到大魔。大魔一只脚穿着草鞋，另外一只脚大赤脚。碰到他们，他们问道：“你到哪去？”谈这句话之后，回来告诉下人，他们见得到。一算那个日期，那正是他埋葬之后几天，这不可能呢。那坟墓已经在那个地方了，打开来看，结果坟墓一打开，棺材空的，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，证明他们见到的没错。他们看到大魔一只脚穿草鞋，另外一只脚大赤脚，所以棺材里头留了一只草鞋，有这么一段事情。那么海贤老和尚的母亲人不见了，跟大魔这个情形差不多，是不是菩萨化身来实现的？我们浅学不敢判断，不敢下断。那么这是表演给我们看了，在家念佛可以这么自在。所以今天我们净土宗的同学个人修行要决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学海贤。如果你要发心学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我这一生的样子可以给诸位子参考。记得，生活在净土，不能要寺庙。为什么？有寺庙，你要管人，要管钱，要管事，你的心静不下来，你会操心，你会有烦恼。这一生的时候，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，必须把这个放下。学释迦牟尼佛，我这一生能有一点成就，就是三不管。大家供养我的，我在银行有个户头，是基金会，不是我私人名字，是基金会。钱都放在这里头，干什么用呢？我学印光法师。第一个用途就是印经。印光大师一生就干这桩事情，法布施。他把人家供养的时候，他做开了个印刷厂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们现在不需要自己开印刷厂，印刷店里很多。我们有的书请人家给我们印。印的量很大。我们有能力赠送大藏经，赠送多少？目标是10000套，差不多快满了，现在应该送到8000多套，距离10000套很接近，那另外好书，那就是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是国宝啊，四库、会友，这两个，早年。我们在台湾，台湾的多数人最担心的，因为台湾只有一部全书一套，会要一套，如果万一有个战乱发生的时候，这个书丢掉了，那人类真的是无比的损失，全世界全人类无比的损失。这两部书是中国古圣先贤千万年来
他们的智慧啊，他们的理念、方法、效果、经验，全都在这部书里头啊。我讲的这几句，从我们个人身心健康啊，你学到了，你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事业成功啊，顺利成功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族群都能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这个科学技术啊，你看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了，亲身体验的，靠不住啊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哪一天电没有了，所有的电器都不能动了，可不可能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可能。如果地球上爆发一个大灾难的话，全世界的电都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所有的电器什么都不能用了啊，都变成废物了啊。所以有人问我，这些经书为什么不把它放在电脑里头？我说还是印书好，印书靠得住，放在电脑里面，那一天电脑电没有了，全就没有，全就完了。所以这个印书还是很重要的一种手段啊。那么我们就大量的，你看四库啊，这书店的老板跟我很熟，他知道我会买啊。那么四库全书，商务印书馆印过两次啊，他卖给我的价钱是最优惠的，一套50,000美金啊，我给他买了112套啊，会要一共是500册，是全书的1/3，是全书的精华，价值很高啊。世界书局的老板找我，我一共给他买了270多套啊，这两部书大概花了将近1000多万美金啊，就大众共济供养给我的，我干这个事情，我把这些书送到全世界啊，著名大学的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就收藏，因为这是最安全的。你看古人也是很费心，我们很佩服啊。我参观过北京皇这个石井啊，去看过，那时候赵朴素老居士在世啊，我看得很佩服。那一套大藏经用了800年的时间，刻在石头上，埋藏在地下啊，希望经不会失去，将来后人能够挖开了发现有这么宝贝在。可是我们觉得也不安全，万一发生一个大地震就完了啊，所以我们要修福啊，修福就由鬼神保佑把我们守住，我们不修福的时候呢，没有人守，灾难当中会完全丧失。那我们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多印，到处分送。我们相信地球上纵然有灾难，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全部毁掉啊，总还要留一些在这个世界。我们干这桩事情目的就在此啊。那么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，谁去读？如果没有人去读，那这个书等于废纸，一堆一堆的人啊。所以我这次到英国来，目的呢就是想看看此地能不能找到
或者是我们培养一些学生，让他们专攻文言文，专学汉字啊。如果汉字跟文言文学会了，他就有能力读这部书啊。那我们就是培养全书啊，跟这些制药的老师，让他们学会之后，把它翻成现在的白话文，再从白话文呢翻成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语言，为全世界人造福啊。前几年我在马来西亚，我把这个书介绍给马来西亚的首相啊，老首相马哈迪啊，跟我是老朋友，现在现任的首相我们也都很熟啊，都非常友好。我把这本书介绍给他，他就着急要看，他说你能不能赶快找人翻译啊，给我们看看。那么这么大的书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那么它有个真精华之精华，就是群书之要。这部书是唐太宗编的，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四库里头的，四库里面的经史子这三个部分。他做皇帝的时候年轻，27岁啊，我们相信他没有读过那么多书啊，做了皇帝了，管理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人口，那要是没有学问不行啊。所以他就下令让魏征成立一个小组，从这个四库经史子里面借取精华啊，就他要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，把它抄出来。他们从十几万册书里头最后选出66种啊，这66种在66种里面截取唐太宗需要的这些东西，就是编成一部书，叫群书之要，50万字啊。唐大唐盛世就靠这部书啊，皇上天天读，文武大臣天天读，以这个为治国的理念啊，治国的智慧，治国的经验。中国汉唐两代在历史上最深的时代，这个东西，唐朝亡国之后，这个书没有了，不见了，因为唐朝时候都是受限的，印刷术是宋朝发明的，啊，唐朝时候没有印刷术，都受抄的，那么分量当然不多，被日本的留学生带回去了，啊，所以日本在那个时候也有过千年盛世，就是用这部书。啊，400年前他们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，把这个收获了，啊，变成现在的人。如果他要是一直遵守，那中国传统文化日本领先，日本带头了，啊，他就有能力救全世界。所以这部书我早年知道，但是没见过啊，到处去找，找了2-3年也找不到啊。最后我讲经在卫星网络上透了这个消息，就是唐太宗有这部书，不见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过啊，就有听众人多，哎，他们替我找到的啊，好像是这个图书馆里的藏书很旧啊，找了2套啊送给我。我一看，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那个时候成立大概还不久，印过2次啊，我
我相信那个时候印的大概只是1000套，分量不多。那么中国佛缘这么大，人口这么多，所以这1000套的人就不见，就看不见了。可能很多真的失传了，找到这2部，我翻开了一看，好在文字很清楚，没有损失，我就叫个书店给我印1万套。这1万套印出来之后，我就分送给学校图书馆，国家图书馆去收藏。这个书不会再失传，到处都可以找得到。那么学习要学学习的人，这个又分量不多。我把这个书介绍给马哈迪长老，他急着要看。找我说能不能赶快翻译，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是从这部书上再揭露现前我们社会所需要的，我们社会这么乱，如何能把这个乱象化解，让社会恢复秩序，我们找这些最重要的，选的这些文字，我把它称作360，就是这个书小册子一共360段，小段，赶快翻成外国语文，现在是第一册、第二册出来了，大概完全翻出来要8册，再有2-3年的时间可以完工，那么现在有英文一本，有法文一本，有德文一本，好像有葡萄牙文一本，还有日本的一本。希望翻译的本都越多越好，大家拿到这个晓得知道怎么做人，知道怎样让我们家庭幸福，怎样帮助我们事业成功，真管用，非常管用，所以马哈迪首相拿到手之后，他非常感叹，他说这是真实智慧，可惜我得到的时候太晚了，如果当年他执政的时候，他说我要是读到这部书，我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，称赞这部书几千年人写的现在管用，几千年之后还管用，永远管用，不管是哪个国家地区，不管是什么时代，他不管用，这叫真实智慧，现在大家努力在做着。那我们今天这一次在这边给大学校长见过2次面，谈得非常愉快，我们想法看法都相同，所以太难的这一次没有白来，我们建立了共识，那我们都是看合约，规模很小，我们希望的是学生不会超过50个人，30个人大概就满了。我们需要最好的老师，我们这个学校就是汉字、文言文、群书治要、国学治要，我们的教学的范围就这么浓缩成这样一个学习科目，这样子才能在短时间培养出第一流的给我们讲解群书治要、国学治要的老师。国学治要是治学，群书治要是治国，这2样东西现在都迫切需要，由这2个基础再去读群书、读会要就没问题，我们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是希望把这工作做出来，这个对于全世界全人类都有好处，我们自己没有明文念雅的概念，我劝我们的同学一生发心一生做小学教育，为什么将来这个扎根要从小扎，我们要把小孩教好，
小孩的根长了。啊，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确实，民国初年小学生写的文章，现在大学文学院写不出来，不但写不出来，恐怕他都看不懂。啊，这是我们亲自所体验的，亲自看到的，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难得。那么还有几分钟，我跟大家讲个三皈依，你们皈依三宝，真正听清楚了就皈依了。啊，那个形式不重要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皈依是回归回头，依是依靠。啊，我们现在很多思想错误，言行错误，我们要回头。啊，依靠什么呢？我们依靠三宝。啊，三宝就是佛法僧。啊，现在讲三宝误会的人很多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，《坛经》慧能六祖大师，那是盛大，啊，佛法最兴旺的，在中国佛教黄金时代，啊，六祖大师传授三皈，就不讲三宝，就不设佛法僧，啊，他讲的是皈依觉，觉悟的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，他讲这，完全从义理上说，不从形象上说，清净就是佛。啊，所以在后头有注解，啊，觉者佛也，正者法也，净者身也。啊，身代表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法代表正知正见，叫皈依正。佛是觉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所以他的皈依词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大家不会误解。那么唐朝距离佛法传到中国700年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当然有原因，原因就是一般人把三宝已经看成偶像了。啊，所以他要把这个纠正过来，啊，用这样的词，啊，佛是觉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个人称之为佛。啊，法是正知正见，啊，决定不会错误，也是超越时间空间，无论在什么地区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啊。觉真经是绝对正确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皈依觉，要以觉为标准，我们要学求觉，学佛就是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三宝搞清楚之后，正是正知正见，一定是经典，啊，没有经典做依据的，啊，这不是佛。啊，依哪一部经论，依哪个法门，就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你会开悟。没有说这个高那个高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佛说的话，《金刚经》说得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要记住，哪个法门都好，自己欢喜，你去学这一步，就会有成就。啊，不欢喜，慢慢去挑。挑好之后就一直到底，绝不改变，啊，一生守住一门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成就都是平等的，啊，净宗的成就都是到极乐世界，只要到极乐世界，一切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有身有形象，但是那个身形象跟我们这不一样，我们。九法界里面，身形象是有生有灭的，是生灭的形象，阿赖耶变现出来的，不是真的假的，啊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
为什么？它从自信流出来的，自信流出来的东西，它没有生命，啊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所以佛教上讲真讲假，就用这个做定义。凡是生灭的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的灵性不生不灭，啊，我们身有生命，啊，所以这个生灭是生，人死了是生死了，我有意思没有啊？我们意思身体坏了不要了，换一个身体啊，啊，所以身体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，就像衣服，衣服是我所有，衣服不是我。再进一步你认识身体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啊，可以常常换的啊，自己喜欢换什么就能换什么，真自在啊，到你有功夫自己能做主就好了啊。你要佛身就成佛身，要菩萨身就现菩萨身啊，得大自在啊啊，所以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这一定要相信。如果怀疑，那你就是这一生六道出不去啊，很难出去啊。一切法门里面容易修，很难相信，就是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要修，万修万人去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凡是不成就的，有怀疑，信心不足啊，这是最大的障碍。所以净土要讲透彻，讲清楚，讲明白啊，讲彻底，你不能不行，你接受了这一生就解脱了啊，就圆满了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皈依这个三宝，三宝是我们依靠啊。出家人，出家人的功德很大，即使他破戒那功德也很大啊，他出不了轮回，他修的佛报就很大。为什么？一看到这个形象，我们第一个念头清净啊，就学他的清净。他提醒我们要身心清净啊，要不染污啊，从他形象。至于他自己修的，那是他的事情，那不是我的事情啊。我们看佛像，泥塑木雕彩画的佛像，看到佛就想到觉悟啊，看到书本不一定是经书啊，看到书本就想到正知正见，这是真正皈依三宝啊。三宝对你起作用啊，你要是受皈依的形式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在见三宝接触三宝上没办法提醒自己的觉正见，这不算皈依啊，一定要知道我们皈依的是觉正见啊，依靠这个啊。那么三宝教导我必须遵守的，我们净宗净土宗，我提出我们行门五个科目，就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戒律，基本的戒律。第一个敬业三福啊，这是最高修学指导原则啊，不但是净宗，是所有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例外啊，这是共同要遵守的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啊，这是人天福报。如果人天的资格都失掉了，向上不能提升啊，所以要懂得孝养父母。佛教从伦理跟儒完全相同，跟我们中国老子都完全相同啊，都把孝情摆在第一位，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佛教也是孝道的基础上啊，成佛是孝道的圆满啊，这个要记住啊。这人天的人天神不会失掉人天神，在六道里头不会做三恶道啊，这个要遵守啊，修持善业
那我们今天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要提倡《弟子规》？《弟子规》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啊，是这个根，啊，慈心不杀，我用道教感应篇、太上感应篇，啊，必须要修学。下面是善业道，这是佛法，我叫他做三个根，啊，第一条儒的根《弟子规》，第二条道的根感应篇，第三个佛的根是善业道，啊，这是根本的根本，必须要学习，啊，没有这个根，那就不活不了啊，像植物一样，根没有了，早晚就枯烂掉了，它不能成就，这个根要扎稳，然后修复。学佛是从小乘到大乘，先一定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啊，这是整个小乘，啊，小乘里面所教导我们，不管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啊，必须要学习，啊，作为大乘的根，然后再提升大乘，大乘的发菩提心。发心立志，我这一生，人家说是有人问我了，人活在世间为什么？啊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人活在世间是为了做佛，我要成佛。用中国话说，我活在世间要做圣人。啊，孔子、老子是我们的榜样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活得有价值，把自己向上提，提升到最顶点，啊，这个就有意义了，啊，要不然来生家干什么？啊，所以发菩提心是发这个心，啊，发心之后要学习大乘经教，啊，他的第二句讲身心因果，这个身心因果不是小乘因果。也不是大乘因果，啊，这是成佛的因果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信仰佛说的西方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依照这个法门修，真正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无量寿，啊，那你真的，有生没有死。啊，那是真的是永生，啊，要相信这个深信有，读诵大乘，啊，依照大乘哪个宗派所修学的主要经典，一定要认真学习，啊，最后一句是叫我们弘法利生，啊，劝进行者，我们自己成就要帮助别人，啊，真正想能相信接受的人，要全心全力。帮助他，成就他，这是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这经义三福总共是一句。然后，今天我们生活离不开团体。佛教四个人在一起就叫一众，就是一个团体。啊，他不是三个，他是四个人。啊，四个人在一起，要修什么？修六合敬。啊，见合同解，我们的见解就想法看法很接近，没有很大的争论。啊，今天全世界问题就是不和。啊，我们怎样来和天下？啊，今天我们找到的就是用群书之要来和天下。啊，这本书真的很多。这个外国的朋友看到之后没有一个不欢喜。啊，我这两年参加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和平会议。啊，这两次参加。我们就把这个360群主要360带了几百本到里面去分送给每个国家大使。各国都欢喜。没有一个不欢喜，
啊，我们就劝他多带几本书回去送给你们国家领导人。啊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想法，一个看法，世界就和平了。啊，许许多多争论误会就能化解了。所以这靠教育，啊，要靠圣贤教育。啊，这部书非常有价值。我们在联合国做实验，做试探，啊，这个试探很成功，啊，各国欢喜。我们继续努力，啊，让他们互相学习，啊，大家都能够认同，啊，习主席也很难得，再过两个月要到英国的访问，啊，我们相信的绝对不是一个英国，可能欧洲还有一些国家他一起的访问，啊，他现在在带头，啊，带头恢复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把中国老祖宗去找回来，那就是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啊，真正能够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，只有靠孟学书跟大丈夫法，啊，我们听了，我是相信，没有怀疑，我赞同他的话，但是没有信心，啊，我们做不到，人为言轻，做不到。现在看到国家领导人做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欢喜，啊，这些在佛法讲都是地球上这些居民还是善人多，恶人少。啊，如果要是恶人多善人少啊，就麻烦就大了。啊，还是人很好教，我也做了实验，啊，在中国做实验，办这个道德讲堂，所以将来我们在此地也要办道德讲堂。啊，能在短短的时间把坏人变成好人，啊，把贪官变成廉洁。这都在大陆上做成功的，那做成功做得很有成绩啊，啊，所以现在中国大陆道德讲堂好像有几百所，啊，过去只有一个地方，现在有一百多个地方，啊，这个都是很好的现象，让我们看到欢喜，啊，他们怎么教的？其实很简单，最重要就是教的人真诚心、恭敬心、亲切心，啊，就能够给大家老师跟学生起感应到教，啊，七天心服口服，回去真感，啊，真的能够把一个人转变过来，啊，所以我们在2005年、2006年。做实验，那就是实验。两句话过人，人性本身，实验成功。啊，人是教的好的，也实验成功。啊，不难教啊，就是现在没人教。如果有人教，我相信个个都成就。啊，这个实验的时候，应该向全世界推广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很欢喜啊，就在这个讲话之间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我们真正皈依三宝，以三宝做我们一生啊言行的标准啊，我们努力把佛法、把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能够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我们自己会一生非常幸福。我感谢老师，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得到了，我真的得到了。啊，一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一样都不缺乏。你说多自在啊，得大自在。好。
谢谢大家。都说人生最大的福报莫过于在恭听老法师讲的之后，马良居士感叹道，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学习佛法，人生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将我们生活的地方变成人间净土。